何子龙你好，来看黄老师说这个。小鸟大鸟天上飞，明天大羊小羊在山上，不对，今天大马小马在水里，不对，小鸟大鸟天上飞，小鸟大鸟天上飞，这个对，所以这个呢你要把它圈起来，这个昨天你要对圈起来，因为这个是小鸟，小鸟在这里，这个是大鸟，大鸟在这里，要圈起来，这个是对的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下面，你这个全部对，你这个也全部对，来看这边，这边是今天大马山上跑，没有在哦，今天大马山上跑，没有在。今天大牛水上游，今天大牛水上游。昨天小羊草上跳，跳来跳去的跳，跳跳跳。昨天小羊草上跳，然后告诉你什么是跳。来看黄老师，这样就是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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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。好来，再回来。昨天小羊草上跳，小羊爱吃这个草，这个是草。昨天小羊草上跳，昨天小鸟天上飞，这个你说对了。明天大虫树上爬，这个是树，大树的树。明天大虫树上爬，明天小虫水上游，这个是游，在水里面游，游泳的游，所以是明天小虫水上游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